有驾驶闯红灯违规转弯，被警方拦查，一侧还有酒精反应，驾驶朋友上前关心，却被认为是妨害公务。离开，不要靠近他，请你离开。我朋友，我不用关心他。离开。双方口气都不好，场面火药味越来越浓。要拍清楚一点， okay, 我拍很清楚。不要靠近我，不要碰我。现场气氛变得火爆，接近失控边缘。关你屁事！我在旁边看不行。离开啊！凑什么热闹？我在这边，我不看。凑什么热闹？警方不断咆哮，叫男子离开，他也坚持这不合理，就是不走。叫我离开，我就离开。对啊，我叫你离开。对啊，我在这边不行。对啊，我在这边不行。听不懂啊？我在这边不行。听不懂是不是？接下来，警方随即将男子压制。趴下！趴下！趴下！我等一下。男子把影片上传网络，呛说根本是新竹有牌流氓，关心朋友也不行，还被喷辣椒水压制。警方则回应支持员警依法执行公务，强势执法。一名非同行友人疑似有饮酒，见状上前围观干扰，因当下在执行公务，经员警劝阻离开无效后，通报支援警力到场，带回保护管束。有没有执法过当？警民立场不同，但其实双方都可以再心平气和一点，不必大动肝火。记者何孟谦、吴怡萱新竹采访报道。免疫力会降低，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，女生睡不好，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，皮肤也会变差。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，叫做梦梦水，独家的配方呢，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。怎么买呢？来 QR Code 快点购，扫一下